老哥等等可以帮阿豹加油吗？阿豹，世界冠军！请问这个实况组去哪里了？卢提昨天在西洽看到八月份中文图奇 LOL 的观看人数输给 Apex， 下面有去年跟今年的 LOL 实况组时数比较，2021年、2022，大啾啾今年比赛输了，所以八月没 LOL 台。但想请问那个 Never Loses 跑哪去了？记得他不是只会打 LOL 吗？难道他没在做实况了吗？影片来我就水，恨熊熊水时速水到满 I14 破。连肖老师都能上 LOL 版，笑死！真假？真的哎、欸，有戴河马哎、欸，看，不是，那肖老师什么时候开始打 LOL 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错哦，问安，之前好歹会穿插几把战旗，这两天直接看好看吧。干你娘！今天又在看那个垃圾约会芭乐节目，干哪有啦？约会也是前几天看的好不好？哎，我在2021。的 low 实况台排名蛮高的、欸，还有第四名哦。现在嘞，不见啦。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虾皮的购买评价，品质肥嫩有延展性的丑脸。宛如熊哥哥在我身边一样，熊哥哥的脸真的好肥好嫩，但还是要跟阿熊建议，脸上有好多粉刺，赚那么多皮肤可以保养一下，不然就浪费熊哥哥的丑脸了。家人看到的时候都露出厌恶的表情，但用过反而很喜欢。我的外甥也玩得很开心，跟百变怪一样能做出任何样子，真的很值得买，推荐给任何想要扁阿熊的人。干你这是沙小啊！干你自己画的、喔，靠腰！我想说什么？怎么有水果长得这么像我的抱枕？好、哦、弟弟，哎弟弟，有料都一样丑，终于抢到了爱熊熊，超丑，请你道歉，吓到我家老虎，害我只能睡沙发，操！这上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踩起来非常舒服，谢谢哥哥提供这款丑脸抱枕，踩下去的回馈感十足。I perfect 玩猫 pillow one way 猫六 ，I prefer 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 perfect 了 ，prefer 好像有学过这英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偏好。阿垮超可爱，超可爱！没想到我们家阿垮看到熊哥哥丑脸，竟然还能笑得这么好看。看来我们低熊虽然丑，但我们阿垮还是能欣然接受的。这样看起来好像真的有一个人呢、欸。这是什么？问安街。好丑哎、欸，哥哥，我家狗子现在不理我了，请你道歉。那是因为他在睡觉，你这样打扰他，那就很正常哦，没必要啦。比利桶滚一边去好不好啊？人家在睡觉，没必要啦。怎么了？躺起来不舒服吗？阿狗，怎么了 ？NL 是丑狗，白痴熊恨熊熊，到底什么懂不懂什么叫品质？什么叫和图片相符？回一些什么鸡巴东西啦？做的比 NL 本人好看多了，本人长得跟丑狗一样又破脑，有种给我600，白痴熊，帮我注意一下 ID 有没有 X 开头三结尾的 X Never Loses 底线三，放屁啦，好的没话说，其实还好，有点丑，熊哥哥欢迎你来我家，我东西都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听起来不对劲啊，超丑是。哥哥抱枕真的很丑，但是鼻孔部分真的有像到，还有我家的狗看到却异常兴奋，是不是该带他去看医生了？超赞，和图片相符。收的当下差点吓晕，怎么可以长这么丑？放在客厅，家人也吓到了，效果非常好。明天带这个丑狗抱枕上去吓死更多人。
喝。谢谢哥哥弄出来很多，我很舒服。冷静一点啦，什么东西的？它看起来像是手吧？超级可怖，一样肥。哥哥的肥脸真的吓哭我。家最近疫情严重，想想还是帮哥哥戴上口罩，顺便能不能让哥哥脸那么吓人？但果然我还是顶不住，抱歉的哥哥。我干，我头好晕哦，我头真的好晕哦，干头好晕哦，好可怕。好了啦，要关台赶快关啦，不用一直说头晕头晕，是头真的很晕，是在靠杯沙小啦，头就很晕。班长，你第一次全身按摩之后会酸痛吗？呆呆，我昨天按了一个小时，会啊，现在酸痛到不行。我是建议你按的时候跟他说背不要按太用力，因为背很容易隔天会很痛。背的话，哈哈，脸是准备黄小你甩掉了5个月，安安啊，谢啦。班长，这是我送给我妈的生日礼物，她抱歉对我说怎么那么丑，现在我被赶出门了，请你道歉。感谢童心30块。看来哥哥男粉很多呢，真幸福。冷静。啊，有了有了，那个老爸，那个有人老师的小孩买抱枕的，等一下给你们看，看一下。搞，我现在眼神很迷茫。阿能，请你道歉。小儿可爱的鬼脸抱枕，他老师的小孩买了一个抱枕啊。到底傻笑。虽然服务很好，出货速度快，态度也很好，但就是熊哥哥有点丑，是美中不足的点。干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擦这什么东西？抢完后太兴奋，忘记点免运券，害我多付60块。哎，不是干我屁事啊！你自己没点的，不要怪我好不好？干我屁事啊！我都已经给你挑有那个免运费的时候买了，靠腰。跟我屁事啊！哎呦，练拳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傻小了，不是什么东西啊？来得很突然呢。羞羞可爱熊100分，爱熊熊，熊哥哥害羞的脸跟哭的脸最帅了，选不出来，爸妈太过分了，整天喊着不吉利要丢掉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什么不吉利啊？不吉利也讲得太重了吧？好，尿尿完，准备开水，开水先生，影片来，我就水。